这是过去到奖励啊。这个游戏呢，也是一个放置挂机手游了哈。然后其实很多东西都讲了，就不再讲一次。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，最重要的其实也讲了。除非你现在可以去三阶，你看啦，伊就是种太多啦。他就是这种态度，又还可以冲，有其他人了耶，终于啊。你可以把你们战报给别人看。其实我们这边就一直弄下去就好了，但我这集就重点可能会放在新活动。对，华山论剑一直要讲忘记。华山论剑随时等是什么意思了？这就是华山论剑哦。然后呢，两决战巅峰华山论剑系统。那也可以看入围的名单哦，可以看到第一名的一些奖励。那规则，先跟你讲一下什么是华山论剑好了。华山论剑又称为所谓的决战巅峰哦，都给你们参考一下。有重点的吗？好，那就结束吧。有人加我好友了耶。我先看一下我们今天遇到谁。怎么是我自己啊？神明亮加我好友。那好友怎么看去？不是，我要对，好，这边你看一些玩家，像是都可以参考一下。